知名传统市集南门市场举办了百粽宴的活动，多家摊商是共同捐出了1200颗的粽子给周边的邻里弱势家庭和社福机构，同时因应考季的到来，准备要在端午节前送出500份的包糕粽，祝福考生们是可以金榜题名。另外加码搭配又有付满额8折的优惠，希望民众可以把握机会，一同来感受百粽宴的热情。在南门市场行之有年的百粽宴活动，在市场迁回原址之后，又重新热闹的在端午节前登场。今年以新南门纵情四方为主题，邀集丽家、核心高团店以及异常玉坊等知名店家，推出用料实在并符合健康的各种口味粽子，同时还赠送给周边邻里弱势家庭以及社福机构，回馈在地民众。因为南门上百粽宴已经办了N 年了，一个十几年以上，所以这个是一个传承。因为摊上的粽子很有名，所以我有义务要把它推出去。外面天灾不断，弱势团体有时候真的有些状况了，所以大家捐赠也比较少。我希望说从这里可以抛砖引玉，让我在附近那里的弱势团体还有一些居民可以吃到好吃的粽子。自从南门市场迁回原址后，凭借方便的交通与舒适的环境，吸引更多人前来消费。如今随着百岁宴活动的展开，利用悠游付支付购买，还可享折扣及现金回馈。这个端午节是我们南门市场回到当地的第一次的端午节，你买1000块在这边，就回馈你200元呢，所以要麻烦各位店家哦。如果大家消费，就请大家拿出悠游付啊。随着考季即将到来，南门市场将在5月25号以及6月1号上午9点半发送金榜题名包糕粽礼包，凡携带学生证或是准考证与身份证者就能兑换，届时欢迎市民朋友前往参与。记者刘德瑜采访报道。创世基金会为了筹建清寒植物人安养院，华联分院特别举办了感恩募款餐会，邀请到艺人梁佑南、王灿、林道远3人来合体担任爱心大使。由于目前认住的桌数只有20%，3人是期盼公司行号社团能够抛砖引玉，为筑建花莲新院尽一份心力。小丽4岁的时候癫痫发作变成植物人，目前正在宜兰罗东接受安养照顾。由于双亲已经不在，外婆家又住花莲，每回探望小丽时必须舟车劳顿。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体力变差，曾经因为赶火车而在阶梯跌倒，因此外婆真的很希望花莲也能成立植物人安养院，真正落实在地安养。因为我离我的家里比较远嘛，罗东花莲嘛，小孩子先把他送到那个医院，然后我会跟着在后面跟着过去。对，那就是我最难的地方。创世基金会为了筹建清寒植物人安养院花莲分院，特别举办感恩募款餐会，邀请艺人梁佑南、王灿、林道远3人合体担任爱心大使，号召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小爱化成大爱。我们非常的感恩哦，创世基金会一直以来呢，都为植物人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一个位置1500块，如果今天你是小两口，那当然就是我们两个自己去。可是如果今天你是可能要帮爸爸过生日，或者是妈妈有什么事情很开心，你可以一家人揪着，可能就一桌15000元就满了。林道远还现场来上一曲，为5月24日举办的感恩餐会暖场。随后3人还模仿百岁创办人，用棉花棒绘制创世花莲院蓝图，期盼唤起社会大众的关怀与支持，为筑建花莲新院尽一份心力。记者尤祥婷台北采访报道。守护妈咪身体健康，北台湾第一家骨科专业医院景美医院举办了一系列和骨骼有关的专业讲座，免费骨质密度检测和医师义诊等活动，吸引到民众是热情捧场，欢度温馨快乐的母亲节。一大早活动还没开始，景美医院2楼大厅现场就挤得水泄不通，民众踊跃卡位，准备吸收骨科权威名医分享正确的骨质保养资讯。当有肩颈酸痛的时候，你要注意就会不会它有椎间盘突出。
针对妈妈们常常用力过度或不正确发力，造成像是妈妈手、板机指等等预防治疗观念，都让民众一一了解。另外，女性在50岁后面临骨质疏松的危机，导致走路或运动一旦不小心跌倒，造成骨折，该如何预防？如何保健？做运动，专家教 people。有些母亲呢、啊，因为常年的劳动嘛，哈，还有常年的工作哈，可能在软骨方面会有一些退化，啊，就像颈椎椎间盘会有退化，腰椎椎间盘会有退化。啊，甚至膝盖的软骨会有些退化，髋关节软骨会退化，这些软骨的退化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好的药物治疗，甚至注射治疗。为了掌握身体状况，院方也安排免费骨质密度检测，要是有疑问还有专科医师亲自坐镇义诊，解决疑难杂症。老人家哈、酸啊痛啊什么都有啊，我们都请庄院长来看这样子啊。各位如果在选择治疗方式的时候应该要详细的去了解，那这个疾病注射治疗到底有没有效果，那如果注射治疗有效，当然我们要尽量去尝试。好，然后如果注射治疗在统计上来讲国外已经跟你有很多的论文的统计，某种情况必须要开刀，那表示说他做了很多的保守治疗都没有效，那就需要手术。当然手术的话目前技术进步它会有一些微创手术，不像以前传统的。由于近年来台湾人口老化，长辈们因为脊椎关节与骨质疏松等等问题严重影响生活品质，景美医院除了例行预防胜于治疗，也以实际行动送上对母亲节的祝福，赢得乡亲好口碑。记者吴灿勇台北采访报道。信义区敦厚里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活动，除了提供各式各样的美食让里民们可以享用之外，还邀请义检、盲人按摩和健康中心提供健检服务，让民众度过一个温馨的周末佳节。下载地哈，载地一碗哈，载地一碗。台北市议员许淑华一来到现场，就拿着康乃馨送给新区敦厚里的女性朋友们，现场引起一阵骚动，大家都相当热情地上前领取。而包括秦惠珠、洪建义、张文杰等多位议员也都来到现场，一同祝福敦厚里里民健康快乐。今天就约我先生、女儿过来啊，我说该走一走，大家热闹一下。对了，你不来，他不来就。办得没意思啊，我觉得他办得不错，他每年都在办，他办的活动哈、就是每年就是像吃的啊，他都会不一样，还有一些什么健康检查啊、都不错的，我每年都来检查。我们非常尊重母亲节这个活动，所以我每一年哈二十几年来，我每一年都办这个最盛大的圆游会来庆祝母亲节。新义区敦厚里举办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活动，里长方聪节一年办的比一年盛大，虽然基于场地限制，但内容应有尽有。议长戴行清赞助手冲咖啡，洪建义赞助爆米花，还有里长办公室热情支援的油饭、仙草、炒米粉、肉羹以及药炖排骨、甜不辣的美食，可说是美食大总会。因为我们敦厚里有一个特色，是说我们开放给所有这边里民使用，那当然我们也没有用券，也没有发有限制说要看身份证，只要来享用我们都欢迎，所以可能这附近几个里的里民也会都来这里享用，所以人数蛮多的。那我们东西准备很多，就是用完为止这样子。现场还有在地发廊提供义检、盲人按摩服务，以及健康服务中心提供乳房、子宫颈抹片、大肠癌、口腔癌以及血压、血糖的健检。除了享用美食之外，也要照顾自己的健康，让里民度过一个丰盛的周末假日。记者曹华昌报道。欢庆母亲节，各地纷纷举办了活动，像是位在文山景美地区的新福里里长就在锦华防灾公园内举办了盛大的亲子同乐会，包括魔术杂耍表演、亲子闯关和 DIY 手绘小提袋等有趣的活动，让大小朋友们是玩得不亦乐乎，度过一个开心又充实的下午。大小朋友坐上地震体验车，实际模拟震灾发生，学习正确的避难方式。另一头，孩子们穿戴起打火英雄装备，大伙全副武装，体验灭火器的正确使用程序与方法。更有孩子骑上小小哈雷机车，巧扮玻璃式出勤，
在玩乐中学习更多创意跟安全知识。去年就要放消防警政存在，但是放不进来，所以我今年就是因为刚好原本公园要改建，我们刚好移到这边。那其实我们昨那天现场还有搭配那个乳房摄影，就是健康的宣导，然后可以去抽 B 型、C 型肝炎。那一天其实那一天现场也是成绩还不错。曾任护理师、关心长照议题的里长吕晴云也结合地方资源，提供包括乳房摄影、子宫颈抹片、大肠癌粪便以及 B、C 肝炎等等健康筛检服务，赢得民众好评。小朋友们也手绘创意卡片、DIY 小提袋，表达对母亲的感谢之情。我有一个我爱妈咪亲子闯关大作战，它是让妈咪亲自带妈咪出来做桌游闯关，它是可以让老人家就是预防延缓，就是延缓预防失智，然后的一些桌游的闯关，还蛮多亲子去参加的。玩累了想补充元气，里长也分享勾扎比把布、爆米花与棉花糖等等美食让民众品尝，包括多位明代以及贵宾也现场宣导北市府的祝你好运生育奖励金加倍送政策，来鼓励生育，让大家度过一个充满温馨欢乐的母亲佳节。记者谷灿勇台北采访报道。一起来关心各地有什么活动讯息，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